Hello， 我是神奇的酱汁大表姐。酱汁可能被僵尸抓去做实验了。今天我来带大家玩一玩《植物大战僵尸》西塔版。这个屋顶上的核战争，这管什么鬼啊？这居然有一辆坦克！不过相信聪明机智的我一定可以轻松应对。游戏开始了。这个土豆雷竟然戴着墨镜。我们把这个嚣张土豆雷种下去，再把这个奇怪的坚果种下去。奇怪的西瓜也来了，为啥它顶着一坨坚果呢？难道这就是坚果投手？磁力蘑菇种在哪里呢？那么种在第二排好了。啊，这个土豆雷咋回事？突然发出闪瞎狗眼的光芒。不管了，我们继续把这个坚果投手种下去。僵尸应该快来了啊！一大波僵尸来了，我去，这咋回事啊？我的植物全都被压扁了，我不做人了啦！没有我了。这坦克车是认真的吗？竟然直接在屋顶肆无忌惮的行驶。牛顿看了植物外比巴布，只剩下坚果还在坚持。坚果加油啊！赢了，我们一起去吃火锅。啊，这僵尸越来越多了，但是传动带一个花盆也没有啊！我真想跳起来狠狠踢作者屁股啊！此刻我们注意到这武王全身都是绿色的，这是掉进染缸里了吗？还是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？难道还有比这波更强的僵尸吗？此刻一堆僵尸推着跑车冲了进来，屋顶上开跑车，你们是认真的吗？啊，我快疯了！这些僵尸也太没有武德了，竟然直接搞偷袭，我快要裂开了，只能靠小推车了。啊，完了完了，一切已经没法补救了吗？来了一个花盆，我们赶紧种下去，这是最后的希望了。然而一切还是结束了啊！我疯了，我要自闭去了，哼，再见。